宫。铁弹宫又名少林下部行宫，还有的称之为金蝉宫，属少林七十二艺中阴柔之进路绝密神功，专练人之肾部的功法。铁钢功是少林独特的基本功，你攻我要害，我呢有神奇的防身护体的功力，这就解答了试验武大师为什么要千辛万苦的去练铁弹功的原因。试验武大师和他的徒弟小花又要去演练什么新的招数呢？试验武打的这套少林拳，刚健有力，朴实无华，出击收快，重在实战。哇，这绳套是干什么的呢？该不是用来上吊的吧？咽喉和阴当是人身致命的要害。试验武练就的钢喉铁裆，不怕锁喉，不怕踢打，真是绝功在世。哇，还真是上吊啊，这不要命了。这是铁脖功，俗名就是上吊功，专练金喉。又是一个举世无双啊，又一个未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中华瑰宝少林真功夫使人大开眼界，奥妙。